过执子之手的感动，当过别无所求的小丑，喝过一醉方休的烈酒，有始无终。拿过怦然心动的双手，沦落千疮百孔的感受，最后言不由衷的分手，我却有好多话想要说。柴人也叫了很温柔的老师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，看到你的缘分吗？你就是舅舅的形象，一切都是很奇妙的，特好的。对，事业有成。大家都管我叫周周，太强了，元气周周。我们是一周会九场。我希望我的老婆是一个叫弹钢琴的老婆。我之前玩那个软件嘛，就弹钢琴这个事，这次我才真的实现了。一个完美的对象是什么样的？他还得有我的阳光、自信、快乐、开朗。我想说好恨一周周，用一段记忆，那里已经走了。你是淘宝，我想去那边去拉萨看吧。我想说，世界万物一切都不及你，漫步星河中一切皆是你，一尘不染的风景，关于你是我心底的秘密。我想说，浩瀚宇宙中有一段记忆，哪里隐藏的？我其实很开心，因为成团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，然后现在梦想成真了。